中医中药被称之为中国古代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，更是许多华人年长者调养身体的首选。福泉健保不止首创结合西医护理和东方养生疗法的健保计划，更有专业中医提供全方位治疗服务。我们福泉健保优势计划签约的许多的针灸医生都可为您服务，无限制的次数，不需要有任何的自付额，一切都是免费。而且除了针灸之外，您还可以到医生到针灸的医生那里做拔罐、推拿、刮痧等等各种东方式的医疗服务。这些医疗服务都是亲爱的长辈您年轻的时候所熟悉的治疗方式。更棒的是，福泉健保还提供药品津贴，主要原因是中药不只可以有效治病，更能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帮助华人年长者增强抵抗力。关于药品的津贴，我们总共有高达420元的津贴，这其中包括240元的 over the counter， 就是您可以用这个钱去买一般市面上的成药或者是急救药品。除了这个之外，福泉健保特别为您制作、特别为您推出的是，我们还有每年有高达180元的中药、草药、保养品的津贴。至于许多年长者担心，如果已经有固定的家庭医师，是否还能申请到福泉健保医疗计划？资深执政销售顾问 Bill 也有专业解答。和福泉健保优势计划签约的医生、家庭医师和专科医师超过15000名，和我们签约的主流医院超过50家。各位亲爱的长辈，你很容易就在我们联邦福泉健保的医疗网站上面发现您的医生，说不定就和我们签约了。这个时候您完全不要转换医生，您可以自己看您现在的医生，同时选择您离家最近您最喜欢的医院。强调福泉健保同时注重医疗和调养相辅相成，而下一集还要深入说明福泉健保的其他专科津贴补助以及更多福利，欢迎观众持续锁定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